YouTuber 美丽旺娜拥有精致外貌、高挑身材，吸引800,000人订阅频道。过去她因拍摄真理裤系列的开箱影片而被封为真理女生，不料近日网络上却疯传美丽旺娜的外流影片，外流者还强调影片主角的身体特征刺青都与她本人一致。随后不少粉丝纷纷私讯告知美丽旺娜照片可能被盗用了，平时不会乱点网址的她，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，就点开网站一看究竟。没想到点完网址后，却跳出来通讯软体的群组，原来是诈骗集团的手段。美丽旺娜暴气直呼骗子真的很没诚意，连樱花芥末的影片都没有。随后她也不忘强调自己并没有外流任何影片，而且她经常放送粉丝福利，难道这样还不够吗？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了。Bye.